国际电信致力于在香港为国内的 OTT 的用户提供服务。然后去年我们在香港为大陆的最大的互联网视频运营商提供了香港机柜国际和本地的一些带宽，然后和他们共同推出了香港首个 4K 的家庭娱乐组合系统。然后我们相信国际电信在海外能为大陆的这些服务提供者做一个坚实的基础。谢谢。